起来期待。咋跑这么慢呢？慢跑吧。哦。哎，不行了，跑不动了，咱俩跑多远了？58米。熬夜，超额完成任务。咱俩坐下休息会儿，顺便吃个早餐。哥，我这给你跑步，你有生活呀。想要体力充沛，必须吃一份适当的早餐。不是早餐呐，不是啊，餐前甜点，那正餐呢？这儿的大肘子，你先来一口。不，我有原则，我吃个面包就行。面包是不是太甜了？有点儿，来根肠，解解腻。我就吃一口。是不是有点咸？嗯，来个馒头压一压。是不是噎着了？嗯，来来来，赶紧把这饮料喝了。坏了，饮料热量太高了，把这酸奶粥了。哥，我算明白了，以后还得跟你多跑步啊。行，咱俩晚餐的时候再跑一顿。跑了。哥，怎么地震了呢？啥地震呢？是他震的。等等，你一定要跑吗？肉肉肉肉，人家要减肥呀，德华。你不能剧烈运动，你刚喝了碗粥，还有6屉包子。你妈呀，整的比我都能吃，你说怎么了？有点晕。你吃的那么少还剧烈运动，怎么能不晕呢？你看看你这样，我就不爱你了，你都瘦了。你可别骗他了，他那体格子比我都绑啊。我不管，人家就是要减肥，就是要减肥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你一天就瘦2斤。什么办法？那就是把你的心给我。可拉倒，就他的心，至少6斤。哎呀，太腻歪了。德华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看维密走秀？当时我就发誓，我一定要减肥，站在维密的舞台上证明自己。你怎么就是不支持人家的梦想呢？不，肉肉，你知道我是支持你的。你要减肥也行，但是你是要答应我，为了你的身体着想，每顿至少吃5碗饭。那当然了，德华，3碗我也吃不饱啊。这倒是实话。从你说减肥的那一刻到现在，又胖了8斤。那人家以后什么都不吃了吧？不，肉肉，如果你什么都不吃，用什么来支撑你这娇小的身躯？亲爱的，我这还有个猪蹄子，咱俩一块把它吃了呀。好，来坐下坐下。减呀。哎，老板啊，我知道我这个月业绩不好，这客户太难找了，我。哎呀，我老板，我离指标还差多少？1吨呐，够了，高高的。等会儿啊，我把这1吨给你发过去啊。四位，我能给四位照个相吗？来来来，1、2、3，再来个侧面的。1、2、3。哎呀，你干啥玩意儿？上来就照相啊？什么玩意儿？1吨2吨的啊？稍安勿躁啊。请问四位是否在为自己的肥胖烦恼啊？
不瞒大伙说，我以前比你们四个人都胖，自从来到了我们减肥中心我就瘦下来了。我们减肥中心成功案例比比皆是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。这是我们减肥中心的减肥明星，第一个明星以前是这样的，现在变成了这样。第二个明星以前是这样的，后来变成了这个样。你老给我们看点子成功案例有啥用啊？那成功的例子多了，我们就想知道我们自己能瘦不？有没有啥具体方案？放心吧，我们减肥中心都是私人定制的方案。来，一看你就属于实胖，你需要节食；你呢是虚胖，需要多运动；你呢虚虚实实的，需要吃减肥药。得三管齐下了。不是，你老整的纸上谈兵的事儿，你整点实际的。说得好，今天正好我就给四位带来一堂免费的减肥培训课，请起立。免费的，免费，一会儿再吃。来，跟我一起做啊！双手合十，吸腿，感觉自己飞向远方。你俩要飞哪儿去啊？控制不住啊。是啊，那行啊，咱来个原地的，咱不飞了啊。来，跟我一起做，伸出双手，用我们的双手尽量去触碰自己的鞋尖儿。对，就是保持这个动作，会让我们的腹部呢有非常的你俩搁这斗鸡呢？你练的是蛤蟆功吗？不是，我就说你先把鞋穿上，有点辣眼睛，可能是我着急了啊。来，咱来个基本的动作，最简单的啊，咱们席地而坐好不好？双手放松，闭上眼睛，心神合一，仿佛能听到大自然的声音。这咋还睡着了呢？干哈呢呀？不是，减肥需要毅力，知道吗？毅力呀、啊！你就不想买到合身的衣服吗？想。你就不想拥有巩汉林老师那样完美的身材吗？想。你就不想去维密走秀吗？想。你放心，他自己去呀、啊。不放心。那就让我们一起。你真是我的歌。